将军澳新盘购买8间公屋啊！新一年开波冇几日啫，将军澳楼市就好热闹啦。新地又准备推新盘，连带区内啲楼啊都趁虚升爆啊！公屋都有高成交啊！景林村一个中层建筑面积450尺开放式单位，连地价220万卖出，尺价4888蚊。喺明码实价嘅年代就要咁计，实用面积349尺，尺价就6304蚊。贵住将军澳公屋啊！不过讲贵都唔够新盘天骏二期贵。寻日有用成1000万布置嘅示范单位喺礼拜日或之前公布价单，因为咧一手就未立法嘅，未知会唔会系第一个新盘以实用面积计价。不过啊，价单会列明两个尺数同价格噶。而佢哋建筑面积1200尺嘅单位入场费就要1800万啦，呢笔数啊够你喺同区买8间公屋啊！